我见少女摩托呀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鲍鑫，欢迎收看新期的娱乐游戏视频。嗯，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？怎么长得这么奇怪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像不是人啊，难道是外星人？哼哼，我要把它抓住啊，拿去做科学研究。说你还有没有同伙啊？讲的什么鸟语啊，听不懂，别想跑，老实招来，你们入侵地球有什么目的？哎，你这个小东西啊，敢对我爱答不理的，信不信我把你抓回家泡酒喝？哎呦，发现同伙了，果然是组团来的，好大的胆子，今天遇上我你们就死定了。既然你们不跟我走，那我就把你们送回老家。妈咪妈咪吼，这是宝行昨天跟一个法师学的原力之术，可以把世界万物全部吸在一起，然后把他们送上西天。这外星人也不行嘛，这就被我搞定了，那个飞船也没有，我看你们怎么跑。再多来几辆，看到没有，全都是外星人开的，看来他们早就打入了地球内部啊。哇，这个原力还真是厉害呀。又来了一辆，又来了一辆，哈哈。哎，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别掉下来把我砸死了。好的，时辰到了啊，就让我来把你们消灭掉吧。没有伤害无辜群众吧，原力虽强，咱们还是要小心使用啊，不要误伤了别人。兄弟们，我这个手势帅不帅？死亡手势啊！哎呦呦呦，我的妈呀，往那边去，这些车会随着我的方向来移动啊，只要我下令手势，他们就会直接飞出去。应该死完了吧，让我看看。哇，还复活呢，不行，一定要赶尽杀绝。